让比 Albert， 欢迎收看姜士岛频道，我是姜酱。根据上一集的回顾啊，我们顺利的救到六个人质，应该算是生存者。然后我们在警察局扎营，接着呢，我们受到僵尸的攻击，结果呢，我们整晚都在清僵尸，完全没办法休息。那透过那个 radio 广播电台，我们获得一台直升机，晚点我们可以开直升机去抢物资哦。那我现在先带这六个人，想办法先守住这边，因为他们好像有点呆呆的，只会跟着我跑。OK， 我们现在先看到对面好像有一堆僵尸在那个卡车那边在干嘛？在聊天吗？哦，他们是敌人啊，先打阿嬤还是先打男的？再来打这个，哇，这个好壮哦！干掉你，很好。OK， 我们这个在下面哎，在下面，他现在好像被僵尸在咬。被僵尸在，是人吗？看不看 ？Yes， 太好了，清掉啦，没有红点点，我们应该可以休息了。耶、yeah ，终于过了一晚，明天就白天。好，我现在是晚上，快傍晚了，再睡一下。哎。真的晚上了耶，然后再睡一下。好了，至少白天去闯荡比较安全一点。我们留一些人进来，在家里把守好了。Stand still, leave, chill.看一下 会跟着我，会耶！这样子我怎么把守在这边呢？应该是按盖吧。Holy shit！ 啊，他们去哪里？按错了。好吧，走了就走吧，走就走了吧，你们走就走吧。我按到那个离开了，然后按确认，然后他们全部都跑了。我本来想说让他们继续留在里面把守住，那居然走了就 goodbye。喔，你们自己生活，自己生活啦，不关我事啊。我要继续搜刮物资了。塞，一堆血，超血腥的。我觉得门口要盖一些东西了。超恶心的。OK，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盖一下的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 weapon crate， 是可以做武器。然后，这个燃烧品，能做的吗？哦不，有个 bandage， 但是我现在东西其实不多哎，我只能盖一个 gate， 盖一个 gate 其实也可以啦，盖这个地方，
明明没有车子要开进来，我至少可以挡住一些人跑进来这样子。OK， 哎、欸，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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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 ，replace，OK、okay。哎、欸，啊，开去哪里啊？Lock，Yes， 好，我们至少可以确保这个地方不会有僵尸进来。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盖一个地方在这边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完成这个地方，至少也不会有大量僵尸跑进来。好，我们先补给一下东西。哎、欸，有水吗？有，可以水可以喝一下。加食物嘞。啊，我不能盖 sand block， 就是类似沙包这种东西。OK， 我现在真的所剩无几啊！我们先看一下僵尸什么可以搜刮一下的。好的，这只僵尸很穷，它什么都没有。至少这个有一点点，一两颗。哎、欸，靠！这人不注意偷袭我好不好？虽然我是正妹。Oh, bite me！ 咬我啊！耶、yeah, ！我盖了一个 gate 之后，我的地图上面出现小房子了，这就变成我的家。啊，我快口渴了，怎么办？我记得有那个类似像脏水。那个算是脏水，它可以用火来变成补给，所以如果我把那个火把拿下来的话，应该可以用哦。Package food 啊，对吼、哦，楼上有，把它拿下来，它可以变成那个干净的水。哎、欸，要爬上去了，好。上来！哎、欸，我直升机还在，太好了，等下开直升机好了，不然要爬下去麻烦。这是吃啊！是灭音器，它可以用在 rifle、pistol、散弹枪跟那个 SMG。对，这应该是那个吧？因为我刚按了下之后，我的枪就有那个灭音器。OK， 我们现在看看有什么可以用的。所以啊，它按 R 的话可以用，但 R 不行啊。不行，我还确定还是要去补给一下，因为真的需要东西不多了。OK， 我们先坐直升机，是不是有苍蝇的声音啊？因为他很久没洗澡，我知道。OK， 我们现在先飞到最近的超商去抢东西，然后我们再去救人。降落在前面而已，如果直升机不好降落。OK， 准备降落。哦，好，安全降落。好的，我们先去抢一下东西。
们抢完了，我们先坐直升机去，直升机去救那个人质。每次都讲错，其实是生存者啦。准备起飞。不会吧，在这个地方，哦，除草机哦，这个我停在火车旁边，不就会被火车撞？哦，停到这个边边草地上面好了。哦，安全线路，只用摔的。火车来，火车来，火车来了！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加入我吧！哎，啊人呢？黄又散，这些好像很爱打僵尸的。先去救你的伙伴，伙伴在下面。被杀了啦 ！Know your place。这个人是僵尸了，啊！没救到他。Oh, bite me！ 我以为他是敌人。哦，没有敌人。Oh, bite me！ 好吧，两个人其实也 OK 啦。只是可惜没有救到另外四个人。You go to hell！ 我们先捡一下这边的物资好了，看看到时候捡到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用的。这里有什么东西啊？这边挡起来了。Know your place。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好了。所以到底缺了什么？啊，这些东西可以用耶，真的。所以我是按 A 的话可以吗？不行，应该是可以告诉我说它其实可以盖什么东西。是我现在拥有衣服的20有18件，所以我可以帮他们 NPC 换衣服。其实物资都差不多有了。Bite me！ 哦，急需用水，我急需，真的需要喝水了一下。水，先吃个食物看看，可以充饥一下。太多了，想办法出去一下。我觉得你需要一把好一点的枪。好，太好了，看看这个。耶、yeah, ，是不是很强啊 ？Oh, bite me！
乱枪打鸟。好 ，OK， 太阳快下山，而且有敌人靠近我们，我们先赶快离开这边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。怎么又是我跑第一个啦？我们要起飞了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个人受伤了吗？你走不慢。哦不，剩下一个人哦，真假的？那个黑人挂了吗？欸，你干嘛下去啊？快点啊！快点！快点！啊，起飞起飞起飞！快飞走快飞走！ Screw you！ 别再骂了，没有用的。我知道你的伙伴被人家杀死，你很伤心，但我们还是要飞走。You go to hell！ 好，我知道。不要伤心，我们帮你找另外一个黑人来代替他的。OK， 我们快到家了，我们先下降一下。OK， 安全着陆，我们到家了。不要难过了，请节哀顺变。好，过来。这次应该不会按错了，按盖。OK， 交给你了哦。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不行，你还是会跑过来。我再换一个。翘，该算翘。翘 ，OK， 翘。怎么又跟着我呢？不能把守一下吗？OK， 那我们先按这个 fly near 好了。那如果你要跟着我，就跟着我吧。接下来可以盖什么？先吃个东西好。其实我记得可以生火啊，那就是用火把盖东西啊。啊，按这个 Y 的话，它会出现提示，就是三个木头一个酒精，然后一个 match 是火柴，四个 match， 然后这个是脏水可以换。那烤肉的话需要一个 raw meat， 然后两个酒精，所以我现在都没有吗？明明东西很多，而且我有脏水有四五个。照理说应该是可以用，我要研究一下怎么用，不然真的，输入紧缩，啊，按 R 是哪一颗啊？我手滑乱丢一瓶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按住 R3 就会有 cook meat， 然后水的话也是一样，然后这边就会有 campfire， 这可以再做 campfire， 然后 berry 是什么？类似像木板的东西，木板。
后 door， 然后啊，已经锁住，锁住代表不能做了，打勾才可以。然后 flashlight， flashlight 是做一个看看，然后可以盖什么 ？sunblock 不行 ，tent 也不行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再做一些东西好了。clean water 就把它弄到满，至少水是可以用。然后 campfire 不行用了，还不行用了，到时候再去拿就有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gates 可以拆一个，然后这可以做吗？不行了。OK， 这次都做满了，太好了，我终于知道怎么做了，耶！好吧，这位阿嬷，今天只能跟我一起过夜了。虽然我不能给你安慰，来吧，睡觉。